大家好，我是三只阿马莲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的茭白笋田再过半个月中秋节左右就可以采收了哦。现在跟大家报告这礼拜的工作进度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部分就是将每一株的残壳、残叶、残枝去除掉，每一株只保留长得最好的几只美人腿，让养分能够集中在这几只美人腿上，这样能够确保每一株美人腿的品质甜美多汁。每一株只保留长最好的多汁的茭白笋，让行了，这样确保每一只茭白笋，这样确保每一只美人腿，这样确保每一只。